讲哦，唔过还未经过这么刺激的演讲，就是人还未到。谁来就讲好，即马就你讲。啊，因为船长同我咧讲哦，所以我只好用台语甲大家报告。好，简单小解一下啊，我即、這个，我做即、這个即、這个专案吼，安尼讲会使吼。好。嘿，这是伫咧今年年初的时阵吼，啊，搁就是阮伫咧蒙点松的一个提案。因为我进前诶，咱知影讲蒙点内底有国语书店、台语书店、甲客语书店，即摆搁有阿米斯的书店嘛吼。啊，因为我个人本身踮这个旧年进前是伫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商务书书店做编辑甲维护的人员，啊，所以就是搁因为种种的原因，所以我即摆已经离开教育部吼啊。过来，我就一直想讲，其实教育部迄个书店吼，就是即摆蒙店内底的迄个台语书店。伊虽然收的物件是真多，不过伊无符合乡民咱遮乡民的使用的遮习惯。因为官方编的书店吼，伊会有一寡限制，不能讲伊袂使收一寡阿里不达的物件，对无吼？啊，而且伊你要查，你要查迄个书店，你爱用。正确的台语汉字，也是讲正确的这个台语拼音。不过，其实大部分的人无这个机会受这款的教育，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讲，是不是咱会当做一个互乡民做、台乡民来使用的这个台语的书店吼？所以我就提案了，刚才嘛有真侪人来到参加吼，啊，就渐渐这个网站的规划都差不多是先做安尼，啊，目前是已经你要做了啊吼，啊嘿，当时的做了的关键的人物，今日嘛伫咧现场吼。就是这位 PF， 啊，我先甲大家简单小解一下，讲这个网站伊是先做安怎吼？比如讲，我即马想要知影讲水母的台语名怎讲，所以我就踮遮拍水母两字吼，啊，讲甲伊拍的台语怎样讲？哦，你就看到讲伊甲你讲水母有两种讲法咯，第一种叫做提。好，啊，时到，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字无熟悉，也是讲对台语无熟悉，所以我就会提供一个声音档，互你试落，你就会听到伊念提，吼安尼，吼，伊就知影讲哦，原来华语的水母啊，海蜇皮咱台语拢叫做提。另外一种讲法，就是直接把华语的水母这两字的汉字的台语应该念出来，变作水母，好，好，这是。伊就会提供两种诶，即个翻译的方式。啊，即个翻译的方式倒未来诶？第一就是教育部书店，第二就是目前除了教育部书店以外，其他诶台语书店的资料库。第三上重要的就是未来希望所有诶人，你对台语有兴趣诶，你会当来参与阮诶即个编辑。就是你想到一个物件吼，啊台语，你想要知影台语要安怎讲，啊，毋过即个书店查无诶，你就会当家己提供你家己诶翻译。安尼，这个翻译嘛，会踮这个顶头。好，啊，因为遮有两条嘛，我们来知影哪一个较好，所以我就有一个功能叫做投票。好，票数较悬的，像我你看吼，遮有一个安尼讲好，甲安尼无好。好，安尼讲好，你就甲试落。好，啊，感觉安尼讲好的人愈侪，伊的排名就伫咧愈头前，伊就放伫咧第一位。安尼你就知影讲，哦，原来大部分的人感觉这个讲法是好的。哦，啊，后面可能有一寡奇奇怪怪的讲法，啊，咱嘛会使做参考。哎呀，是安怎这个词名来讲嘞？咱就会当是讲哦，你来讨论一下，是安怎这个词会翻译做安尼？哦，啊，提伊除了你看咱翻译有讲水母甲海蜇皮嘛，啊，台语干那一个提名是不是？海内底受的甲咱倒地食的物件拢叫做提，吼、哦，其实实际上是安尼无唔对哦，吼、哦。好，这就是咱主要的功能。万一万不离吼，即马即个我想要查啥，吼，冠军台语要安怎讲？是也无人会晓讲，啊，无人会晓讲要安怎嘞？我就是没有人，我来讲，对不？没有人就是咱黑客中咱诶上上上重要精神嘛。好，所以我就是无人吼，我来讲。安尼你就会当甲你感觉即个词适当诶台语诶即个翻译诶方式写伫咧顶头。有人会讲啊，我毋过我袂晓台语汉字，我袂晓台语拼音，安尼我要哪写？不要紧吼，因为这个网站做好以后吼，我会去想办法组织一个真厉害的团队吼，伊会当，你会当用你家己想的方式，在你安怎去写，你要写火星文也好，你要写啥物也好，我会想办法去理解你的翻译是啥物意思，啊，甲伊转做正确的台语汉字甲台语拼音。好，安尼落去了后咧，这个正规化的团队做正规化的工作了后，这个词就会入去这个系统内底。好，安尼后盖人查，别人查的时阵，伊就查会着啊。好，
好，另外吼，因为刚刚查尔无趣味对无吼，这个网站另外一个搁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我希望踮这个网站顶头，逐天拢有一段一个影片也好，声音也好吼，任何趣味的物件，比如讲最近有真侪人吼会甲这个迄个放假就是卡通的主题曲吼，啊，用这个台语的版本嘛，甚至之前嘛有迄个《冰雪奇缘》的台语版有无吼？啊，佮有一挂像迄、那个之前有一个迄个笑开片的电影的预告片，伊嘛加做动作这个动作台语版，就是像这个趣味的笑开物件，未来我嘛想要另外有一条线，变做另外一个小坑吼，啊，互鼓励大家讲，你若准你有一挂甲台语有关系、有创意的物件，咱嘛会当踮遮来发挥。好，未来就是希望讲，这个网站吼，你会当逐天来，逐天来你拢会看到一挂新的物件，学一丝丝仔台语，看到趣味的影片，你着上无你学一个词嘛好安尼吼，看久来，希望大家台语着哪会哪会晓讲，主要就是希望互大家感觉真好耍、真趣味。好，上尾啊嘛是共款，咱啊心中小开一个，这个爱台语的图图吼，这张图吼，是咱的主心网友替咱设计，紫姓网友子龙小姐替咱设计吼，我一定讲十届都要甲伊感谢十届安尼。好，以上对这个网站嘛，准讲今仔日大家有兴趣有趣味吼，目前的进度是后端已经做啊差不多了嘛吼，即马就是在拉前端，撇目标假装低头。嘿，假装有需要，就是讲想要到三工的工程师，会当来找体验五块，会当到做啥？假装讲你对这个台语的，我讲的这个影片啊，啥来有兴趣的，就来找我，咱来讨论看会当安怎做。好，以上是我的报告，多谢大家。哦，谢谢 Liz。那